回头看啊，这里是个不吉祥的地方哦，你不需要妈妈再回来这种鬼地方，对不对？爸爸马上就要来接我们了耶，你没有看过爸爸对不对呀、我告诉你哦，爸爸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哦，将来你长大一定跟他一样哦，专门啦会骗女孩子的。下一个下一个，这是我们监狱送给你的月饼，好好做人，不要再进来了。你不会自己想，你要为伟杰着想，他是在监狱出生的，你不能让他把监狱当成家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就不能说一句人话吗？我才刚踏出来不到五步，哎，你咒我啊？谁稀罕你们苦腰的月饼啊？我告诉你，孩子的爸爸马上要带我们去吃大餐喽，对不对呀？告诉你啊，我们呢去吃大餐，然后再去吃500块的月饼，哎，月圆人圆哦。吸二手烟呢，不过妈妈憋不住了，你忍耐一下哈。在这边等8个小时了，谢谢。嗨，恭喜你，许小姐，自由的空气，自由的雨水，少肉麻啦！现在恭喜我啊，倒不如不要把我关进苦窑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两个那么没有人情味的警察呢。那时候我怀孕呢，一个人关，两个人熬，刑罚应该怎么办才对呀、许小姐，恭喜你假释出狱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帮上忙的地方吗？当然有啦，帅警官，都是你们造的孽，不知道你们找谁啊？我的老公没有来，可能忙得抽不出时间吧，所以请你帮帮忙喽。不要告诉我你在指望许福全，我只想问你，你为他做这一切值不值得？1年半前我们就劝你不要替许福全顶罪，他那种只会利用女人的坏蛋，你不会有好下场。那没有办法，公司欠人家货款，银行的钱又缴不出来，总要找负责人吧？谁叫我那么爱当董事长，我犯贱咯。哥哥，妈妈以前啊有当过董事长哦，也憨过，只不过憨过头咯。那个时候你怀着伟杰，还硬要替他顶罪，他连看都没有来看过你一次，出狱也没有来接你，你不会顶罪顶得很心寒吗？警官小姐，诈欺犯罪的是我，蹲苦窑的也是我，你不要替我难过，我很快乐的，我很感激你们来看我，你们来关心我，就算是我背好了，如果当时你们放我一马的话，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？我有老公，有小孩，我们家三口过得很快乐。那是许福全虚设行号诈骗违法，而你又执迷不悟，扛起一切责任，甘愿做人头替他入狱服刑，错在你们不在法律。警官小姐，我特地打电话来呢，不是跟你们斗嘴，是要请你帮我找老公。尚警官，我知道你行的。许福全在1年半之内搬了2次家，我托我帮他分界同事查他现在住的地方，这是他的地址还有电话。东汉南路2段，
他妈的，他居然骗我在南部做小生意，还说住什么小公寮。许小姐，祝你好运。哦，你不跟我去啊？你们新康立相会有警察在场，方便。我想许先生也不希望看到我们。我的钱不够坐计程车，再说你们不怕我一见到他就拿菜刀砍他吗？请问找哪位啊？许福全是不是住在这里？是啊。你是？我是他老婆。哎，许福全，哎，许福全，人呢？他人在哪里？去哪里？哎，拜托。哦。哎，许福全，很高兴看到我，对不对？我带着你儿子出狱，你很忙嘛？忙到今天什么日子？打牌嘛！他妈的，真是来人了啊！居然骗我在南部做生意，你不来看我就算了，你居然连我出去也不来接我，你良心被狗吃了你！你干什么？朋友那么多，朋友，你总算到这不管了，走，出去出去！对不起，我今天出去，我老公没有来接我，我好好跟他算账。对不起，请你们出去。对不起，这种禽兽不如东西啊！你不要跟他做朋友啊！改次再玩啊！哎，小姐，你是听不懂国语，听不懂人话。我们夫妻啊，有事要谈，请你出去好吗？你不要以为你做过了就随便在那边耍赖。你说我耍赖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是他老婆。你是他老婆？他是你的老婆？我是谁？你个三八，你不要以为跟他睡过觉就是他老婆。我告诉你，你看仔细一点，我才是他老婆。你给我看清楚，这是结婚证书，我和他的结婚证书。你要跟我比是不是？好。这才是我的结婚证书，是活的结婚证书，是任何女人都抢不走的结婚证书。阿英，不要再闹了好不好？我能不闹吗？我蹲了那么久的苦牢，我在牢里替你生了一个儿子，你不来看我就算了，你居然骗我说在南部做生意，这毫无音讯，这些都算了。我今天出狱，你也不来接我，还在家里打牌，这些通通都算了。你居然跟这个野女人结婚，你说我能不闹吗？我能不闹吗？你知不知道我等了这张结婚证书等了多久了？你给过我了吗？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的牺牲，你给我了吗？没想到你竟然就这样随便给了别的女人。阿姨，来，搞清楚，他才是我老公。阿姨，阿全啊，我知道你的个性，你喜欢新鲜的，可是呢，外面那个女人哦，不可靠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漂亮女人哦，随时会给你戴绿帽子的。只有我最好，我是你的好老婆，我可以为你吃苦，可以为你坐牢啊，对不对？你把那野女人赶走好不好？把她赶走。哎哎，坐。不是我负你，一切都是命。我现在有事业，有老婆，有自己的日子要过。我们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
你现在带着孩子来找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老婆就在外面，我能怎么办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。你带着孩子回高雄老家去。你现在还年轻，姿色也不错，再找个人嫁了，应该不困难。我会尽快多凑点钱汇给你，好不好？就算我补偿你，好不好？你拿钱给我，你他妈的，你居然拿钱补偿我！我带着孩子回来找爸爸，你居然想用钱来打发我！你不要乱来啊！你们当警察的，他拿刀子来杀我，你都不管吗？许仙，一年半前你是不是利用阿英做人头，替你抵抵诈欺的罪名？你自己应该很清楚。他怀着你的孩子入狱服刑，生下的伟杰一直在身边照顾着，好不容易熬到今天，终于假释出狱，你非但没给他们母子一个名分，还这样对他们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哎，你当警察的，你不懂法律啊！一年半以前是你抓他去坐牢的。你为什么不抓我去呢？因为我安分守己，奉公守法。他现在莫名其妙的闯进来，你不抓他，还指责我诬赖我，你们这样做对吗？良心过得去吗？许福全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胡说八道？小孩子呢？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就在牢里诞生，你这样不负责任，怎么样面对自己的亲骨肉？谁知道孩子是不是我的？妈的，你是不是人啊？许小姐，你怎么这样？许小姐冷静点，许小姐，许小姐，阿姨，你太过分了，你马上给我滚！我告诉你，这里不是你的家，滚！你搞清楚，我才是他真正的老婆。这里不是我们家。这不是我的家，是我们家。社会上这种可怜女人实在太多。应该说，可恨的男人太多。
许小姐，先安排你和伟杰到旅馆住一晚好吗？许福全本来不是你想要那种可以托付终身的人，这样也好，你和伟杰可以先安顿下来，你还年轻，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千万不可以做傻事，就算不顾自己，也要顾小孩。我19岁到台北来闯天下，我20岁的时候认识了他，我哪里知道男人的丑陋，男人的手段。我被他钓上了之后，我们每天都腻在一起，我赚钱，他花钱，都没有关系。他跟朋友和我做生意，我又尽各种方式借钱给他，也都没有关系。可是到后来，我发现他在外面同时有2-3个女人，根本乱来，公司几乎成了空壳子。我劝他，他也不听。我跟他吵架，他到最后干脆就不回家了。直到出事了，公司倒闭了，银行跟讨债的人一个一个的到家里来要债，我找不到他，我找了好久好久，我终于找到他了。他竟然痛哭流涕地告诉我，他忏悔，他要改过。他告诉我，他是个男人，一旦坐过牢就会有案底，那将来该怎么办？我不能失去这个依靠。我告诉他，只要他愿意认错，愿意改过，好好的重新再开始，我可以替他顶罪，我去坐牢我无所谓的。只要能够有一个好的男人能够遮风挡雨，谁会注意到我到底是坐几年牢呢？于是我就怀了伟杰，天不怕地不怕的去坐牢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结果。尚警官，如果现在愿意翻供的话，承认我是顶罪的，把那个禽兽不如的混蛋给抓出来，还来得及吗？就算有证据咬住他，你也会担上伪造文书的伪证罪，得不偿失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必须要提醒你，许仙和他太太是合法夫妻，而你和伟杰没有法律上的名分，这才是你最吃亏的地方。不能这样对我，他不能这样对我，不能这样对我。许怀英，你不要梦想，我不会开门让你进来的。许福全，这个孩子是不是你的亲生骨肉？我们大家心知肚明。既然我是这个孩子的妈，我就有权住在这里。反正啊，你有义务要抚养我们，我就赖定你了。开门啦！反正啊，你是赶不走我的。福全，你不把这女人弄走，我跟你没完没了。你不开门是不是？你怕我扰乱你家是不是？好，许福全，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的，我跳楼死给你看！你应该很清楚我的个性，我说到做到，我什么都不怕的。10秒之内，你看我敢不敢跳？1、2、3，不行，要死我一个人死，我不能拖累小孩。4
赵阿英这么刚烈的脾气，我担心会出事。我知道你和我都一样，都希望犯法人受到法律制裁。但就算汉英在服刑假释之后，愿意供出充当人头的实情，他也会因为伪造文书以及作伪证再度吃上官司。我怕的是，到时候一个无辜的孩子就这么毁在自私的父母手上。如果许福全坚持不肯收留他们母子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其实阿英的个性很独立，应该很快就会恢复。我倒觉得应该担心是那个男人，玩弄感情人不会有好下场。都这么久了，应该不会有事。我们走吧。怎么了，尚志？我们今天只是来帮助一个刚出狱的可怜女人，可是我有一个很不好的感觉，他们的悲剧才刚刚开始。这也怪你自己喽，是你不愿意阿英到这上班的，她也需要工作赚生活费啊。那我凭什么要帮她带小孩啊？我是你明媒正娶进门的老婆，她不过是这野种的妈。野种，好歹也是我亲生的，什么叫野种啊？你凶我？你在凶我是不是啊？哎，许福全，你搞清楚，哎，是你对不起我，不是我对不起你。结婚前你只有告诉我那三八的事情，你可没说害这个小鬼啊！你现在凶我，怎么你捏着小鬼是吧？那你就他们母子团圆啊，反正我们离婚嘛，看看吃亏的是谁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忙了一天大家都累了，口气不好你就都原谅嘛，好吧？我先送孩子回去哄他睡觉，我还去找个朋友，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回去？我告诉你啊，有那死三八在，我总有一天不回去的。这个样子，你有什么现成吃的？我这里有钱，我跟你买。
你有什么现成吃的？我这里有钱，我跟你买。开门呐，拜托，好不好？开门，好不好？那你等一下啊。你拿去吧，不用钱，你拿去吃吧。不行啦，一定要给你钱。真的不用了，哎，谢谢哦。算不算是做坏事啊？你好了啦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现在连鬼啊都来找你了，说不定哪一天呢，会把你拖下地狱哦。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他进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一会儿店里，一会儿家里的，他根本纯粹就是想把我吓死嘛！你来看，你来，不信你看，我刚刚在这里面看到一张人的脸呢。没有啊。反正啊，一定是那三八搞的鬼，你要给我想办法把他赶走，不然我跟你没完没了。Thank you.
哟，还有胃口吃饭呢，我以为有人被鬼吓出神经病了呢。哎，下个礼拜不知道轮到谁做饭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发神经下药把我们毒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，只不过坏事做多了会碰到鬼啊。哼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，都是你在搞鬼，青铜械下三滥的手段吓人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说什么？一个坐过牢的女人又带着私生子，你说是好东西吗？你这个烂货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。有本事你来啊，你以为我怕你啊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吃饭吧。每天这样吵像什么话嘛。好了好了，来吃点饭嘛，吃饱了还得到店里面去。吃个屁啊，韭黄肉丝，一个礼拜我吃了六天的韭黄肉丝了，你不会换点别的菜做啊？乡下女人，我啊看到你我就倒胃口。你就非得让我那么接连不连吗？不要生气啦，一个房子啊有两个老婆啊是很平常的事情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反正这个菜呢不是做给他吃，好吃哦，来多吃一点，来多吃一点。事情已经闹这个地步了，互相忍耐点吧。哎，好吃要多吃一点嘛啊。我说真的，你的手艺真的是进步不少。少来这一套了，我他妈的就那么犯贱了，当下女还接摸摸得，你去摸你的小老婆啊，她骚啊。阿英，我跟安晴已经商量过了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我看这样好了，这20万你带回高雄做点小生意，儿子交给我，我明天就帮他办户口，好让他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爸爸。你想要孩子，你有什么阴谋？你心里面很明白，孩子跟着我不会吃苦的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留下来？不是因为你好你棒，你是真正的男子汉，我舍不得你，不是，我只是不甘心。这个窝这个家原本就应该是我的，就像小孩子棒棒糖掉地上一样，脏了不能吃了，我还想把它抢回来。哼，我只是不甘心。我现在对你已经不抱任何希望，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才是我的全部。你别想，你抢不走。哎呀，不要给我拿了！你为什么打他？哎，拜托你看，这是我的衣服，哎，被你儿子弄的都是口水，新的很贵的。什么样女人生什么样的儿子，真是贱。我警告你，你可以打我、骂我，阿姨，你甚至在我脸上吐口水，但是你不准侮辱我的儿子，一句话、一个动作都不准侮辱我儿子，懂吗？我在问你，你懂吗？你们确定要报案？他都已经拿着刀子对着我威胁我的生命了，为什么不报案？难道等我被他杀了去跟阎罗王哭诉吗？我要告他，我要跟他恐吓，跟他威胁，跟他杀人。他为什么会对你做出这些举动？
我不过打了他的小孩嘛，谁不打孩子的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于警官，你帮我写笔录，我一定要告他。许仙，他就拿那个刀子怼他，你知道他当时怎么样？许仙，我必须要提醒你，许安先生在假释当中。 任何一点犯行都可能让他再度入狱。一个为你吃了这么多苦的女人，你忍得下心吗？他确实太过分了，刀子都拿出来了。一个一无所有的母亲，只在保护她仅存的一个宝贝孩子。同时，请你也不要忘记了，她的一无所有，都是你赐给她的。你以为我愿意这么残忍地对她吗？可是我现在有一个正常的家庭。 我不希望就这样被毁掉。但是你的快乐家庭，是建筑在许汉英的痛苦血泪上。好，想办法劝劝他吧。 很好，把活力放在工作里面。人生太苦了，我落在不想开一点的话，这张脸啊都快变成苦瓜脸啦。我白天在家陪伟杰，晚上呢就来这里上班，又可以赚钱，又可以排遣心情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没有想过自己独立生活吗？这样下去总是办法吧。我已经想通了，自己受苦，吃点委屈也就算了，早晚孩子早想吧。单亲没有爸爸的孩子是很可怜的。 我不想因为上一代的恩怨受到影响，所以，我决定要改变策略。改变策略？一个家庭有两个老婆是很可怜的，不过可怜不是我老公，而是我。他甚至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。所以啦，我决定要改变策略，改变办法。所以你就拿刀威胁他们？是他们过分在先的。阿英，因为现在情况对你并不公平。 要么你选择离开，要么就乖乖认命。你没有资格再跟他们对抗。你不要再惹麻烦，我们两人都不希望你再回到监狱里面。靠靠靠！不吉利的话，哪里来哪里去。我不可能再回去古窑那种鬼地方啦，你们大可放心。 我给你准备了一盘炸鸡，都是最好的肉。阿英啊，我知道你累了，不过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啊，我都可以帮你收拾。回头收拾好了，我们两个一起到对面公园去散步。散步？我一个晚上来来回回走的还不够累啊？我下礼拜还陪你散步。 我神经病！这，我约了你这么多次了，你总要答应我一次啊！哎，你烦不烦啊？阿英啊，要不我们去看场午夜场电影好不好？我问你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我给你准备好了。那，哎，你每次要这个鬼东西干什么？谢啦。好不好？哎，午夜场电影给个面子嘛。 我要你给我准备这些东西啊，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一个晚上有多少个帅哥啊？我不找他们，我找你，看电影啊。
我回去看儿子。炒韭黄肉丝，天天煮，你老土啊！福全，又是韭黄肉丝，腻不腻啊？哎，你们搞什么嘛？做个韭黄肉丝也有的炒。阿英，这道菜就算再好吃，也不能天天吃嘛，对吧？换个菜。你嘛，既然已经做了，就吃吧。一定有鬼！这个韭黄肉丝。看起来怪怪的，吃起来味道也怪怪的。你说，你这肉丝是在超级市场买的吗？肉丝就是肉丝，从猪身上切下来的肉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看什么看啊？猪肉我放在冰箱里，藏在水槽下面，你不怕它变坏？你是下什么毒想害死我们？吃这么多天了，你有看到人家肚子痛、肚子不舒服的吗？啊，你说上毒是不是？我吃给你看。你好吃啊！我不信邪，我要看你炒什么东西。哎，我叫你不要看嘛！走开了！别看！不要拉我！不要！我要看你搞什么鬼！走开呀！我警告你不要看的嘛！不要看的吗？这个女人，她已经疯了，她居然用这种虫子炒肉丝骗我吃了好几天，我要是有什么问题，我应该控告他谋杀。他还谋杀我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放心，死不了人的。徐汉英，这件事伤害他人的公事，请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要用这些虫骗许先生吃下去？那是鸡母虫，煮熟了吃下去不伤身体的。只不过是吃多了不会生。什么不生？不生什么？我不希望那个三八或是任何女人再为你许福全生孩子。我已经帮你生了一个，够了。你已经有了这个后代，你应该觉得很满足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阿英，你这样做很自私，很愚蠢。我要抢回我的老公，只有这样子做，我才能够一劳永逸，才不会让任何女人用孩子来拴住他。想都不要想。滚！告诉你，我绝不会再同情你，可怜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如果敢再踏进这个家门一步，敢再打扰到我，我绝对会让你再坐一次牢的。滚！快快快滚！快走！你敢握手啊？要赶的是这个女人才对，都是一个不要脸的女人，都是她害得我儿子在家里莫名其妙，没名没分的是私生子啊！你要叫她走，叫她走才对啊！我在，你听清楚了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我早就说过，我才是民法。
济世的许太太，我们夫妻俩是可怜你，刚从牢里出来又带个私生子，所以暂时才收留你。没想到你用那个卑鄙的手段来害我，我们夫妻俩现在不赶紧走，包什么时候会被你毒死呢？福全，赶快走，你们走，走快点，走，你们赶快走，走，别赶我走啊！你可要搞清楚，我交了交税老百姓呢，我们家里有这个风你们赶不走，你难道不管吗？我从来不管家务事，我只管暴力，我希望你不要再把暴力集中在女人身上。我我的孩子，阿姨，伟杰由我照顾，我不希望我的儿子跟你这个疯女人在一起。求求你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只要把儿子给我，让我带走好吗？你凭什么带他走？你没钱没工作，你养不起他的，就算打官司我也可以得到监护权的。为孩子着想吧，你自己一个人走吧。宋警官，阿姨，你争不过他。等我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会来接我的孩子。如果让我知道你没有好好对待我的孩子，我就让你死，我会走给找你们报仇。想去哪里？有什么打算？这个世界上这么大，人这么多，没有个地方我可以去的。我也不想去。家呢？可以回家去找爸爸妈妈，他们一定会接纳你，关心你。家，回家。你要回家是因为有你的家人在等，而我却没有家人在等。
你太不讲义，太不应该了，你。夫人，怎么办？我杀了人，我杀了那个小孩，杀人会被判刑的，会被关。我不要被关，我不要被关，我不要。夫人，你帮我想想办法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夫人。想什么办法？你已经杀人了，你。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你巴不得我被关，你好和那三八在一起。我就知道，你这个人是这么的没有感情。吴权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好不好，吴权。有车子经过这里啊，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哎，福全，啊啊，福全，你摔到他了，你赶快看看他有没有怎么样啊，你赶快看一看。他都已经死了，再摔也不会痛。这里狗那么多，狗喜欢吃肉，喜欢挖洞。哎，他们会不会把小孩子挖出来吃啊？哎，福全，挖深一点，赶快挖深一点。你这样子挖不够的，箱子摆不下去。还有那里，还有那里，挖深一点。福全，还有那里啦。哎，孩子是你弄死的，你来挖。我不要。我不敢。你这个女人，叫你看看孩子你都看不小心，光顾着打电话聊天，孩子都弄死了。孩子是我的，孩子是我的。啊！你现在叫我偷偷摸摸的把它买了，我也是人了。你过来，你挖，你挖。我不要，我不敢。你挖，快点！我不要，你挖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以为我那么狠毒，想要把孩子害死吗？我是不小心的，不小心的。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什么声音啊？好像是小孩子的哭声。
怎么会有小孩子哭声呢？好像是从地里面传出来的。不可能，福全，他已经死了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福全没有死，福全没有死。福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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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走开，福全，他没有死，不会哭了，为福全。是我儿子，我不能就这样埋了他，就这样埋了他，他不会甘休的，他一定会三番两次回来找我们，这会是个噩梦，这永远会是个噩梦。福全，我不能这样子。福全，你要干嘛？我不能这样子。我要去投案。我自己做错的事情，你必须面对他。福全，福全。你还有脸回来？好好一个女孩子不学好，跑到台北去跟男人过了好几年，最后还弄到监狱去了。你让我出门还有脸见人吗？我姓徐的，虽然是个穷酸，我一生光明磊落，从来没有对不起人。只有生了你这个女儿，在外面未婚生子，坏事做尽，你还想到这个家吗？你还想到这个爸爸妈妈吗？我今天打死你，就全当我没生你。哎，老头子，哎呀，你还打？你打？你上去把他打走了。这东西，我把他打死，赶紧倒点头胎，倒点头胎，倒点头胎。哎呀，好了，老头子啊，你要打先把我打死好了，老头子。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啊？自从你坐牢，你爸是不准我去看你的，可是他偷偷的拜托人去打听你的情形，还托人到监牢里去找管理员好好的照顾你。妈妈嫁给你爸爸20几年，我从来没有看到低声下气的这样子对人家，只有为了你，求天的高奶奶了，东拜托西拜托，你真是不孝啊！哎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哎，阿姨，哎，你要到哪里去嘛？你这孩子，你爸爸只不过说了几句气话嘛。气消了，你把外甥抱回来，看你爸爸高不高兴吧，啊！妈。
不起你，对不起爸爸，请你转告爸爸，我会重新开始，好好的做人，我不会让他失望，更不会让他丢脸。你先不要怕，我已经想通了，不会再为难你们了。阿全啊，人最怕被别人看不起，或是自己看不起自己。我已经想通了，就算是我被你骗了感情，骗了青春，但我瞎了眼好了。我不想再一错再错下去了，我决定要找回失去的自我，重新再开始。现在我只想要接回我的孩子，我好好的把他抚养长大，好好的教育他。你们只要把孩子给我，这样对大家不是都很好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保证不会再找你们麻烦了，我也不会再收你们任何一毛钱，你们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我。有别的孩子在身边啊，是很不方便的事，你们可以等到稳定之后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啊，就这么说定了啊。伟杰，妈妈来接你了。伟杰，伟杰，伟杰，伟杰到哪里去了？我已经放过你们了，你们该不会是不放过我母子吧？阿全，伟杰到底哪里去了？出了涟漪，我帮他洗澡的时候不小心烫伤了，他也死了。全啊，我从认识你到帮你生了一个儿子，我们在一起都那么久了，你都还一直在骗我啊！人间最后一天我们要跟你分手了，你还在骗我。你说嘛，你到底把我的尾尖藏到哪里去了？你在骗我！你在骗我的！伟杰！这是你送给我的结婚戒指。
这是我的血，我诅咒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，死无葬身之地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曾经有的爱全都落空，谁也没有梦，就沉默在黑暗之中。曾经有的爱全都落空，谁也别回头，我的痛你永远不懂。哦哦，我在自己亲密冷的角落，所有的挣扎都不能说，因为对你的爱没把握。我在自己伤感的曾有过的记忆摆不脱，你的爱，你的方式让我迷惑。曾经有的爱全都落空，谁也没有梦，就沉默在黑暗之中。谁也别